好，今天是2021年，12月31日，2021的最后一天。对，我们来到九份的基隆山。我们一早7点多就出门了，没下雨。可是呢，来到九份呢，有一点飘雨，可是还是有很多人来爬山呢。不要看这种天气，这种天气毛毛细雨，微微的也不会很冷，还好。也不要我讲完毛毛细雨，它就飘大了。哎，这样不对哦。好。我们现在在走楼梯啊，Kevin，你走好。看前面也有一对夫妇来爬，很聪明的是，我拿了一把大伞，可以当我的登山杖。哎呦，我觉得我刚讲完毛毛细雨，它就变大了。